爱我，主耶稣爱我，你想着耶稣，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想着耶稣在你前面爱你，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你想着耶稣很不同的，感谢天父，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刚才这样简单的唱诗歌，就想着耶稣在前面，你有没有发觉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感受？有的请你举手。你觉得刚才这样安静的简单的唱简单的诗歌，就会有经历有感受的，可以举手，有没有？就觉得平安啊，轻松啊，舒服啊，安慰啊。抚摸你的头哈，感谢天父。这个就是祷告，不但是好像像空气祷告，有些人是这样的祷告，唱歌，主耶稣爱我，就是很好像 像空气，而是想着耶稣很个人性的服侍你，想着耶稣个人性的服侍你，你会发觉首先是安静，你会觉得平安轻松的，再来一次哈。主耶稣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圣经上告诉我，耶稣你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拥抱我们，耶稣很喜悦我们，耶稣在我们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们身上，祝福我，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前背负是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想着耶稣在前面，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前背负是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你想着耶稣就在你前面，想着耶稣就在安慰你，你在我前后安慰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前背负是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感谢天父，你在爱我们，每一秒钟爱我们，当我们全心与你连接，
想着你的爱，专心去爱你，你的爱就会临在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感谢你，你真好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了，有多少人有任何的纪念平安啊、轻松啊、舒服啊，请你举手。有多少人有的，请你举手。可不可以大声分享啊？大声分享，或者是来到前面分享啊，来到前面分享，鼓励其他人。就是，其实我们在教会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其实就是个人性的，个人性的，啊，亲近神，来到前面，来到前面。这是个人性的亲近神，很简单，你不需要弹琴，如果你懂得弹琴更好。那你不懂得弹琴，就是。我感觉我都感觉休息不好嘛，那个眼睛休息不好。当时感觉唱这个首歌的时候，我感觉我想睡在就是天父的怀抱当中，都想睡。因为能平静安稳的躺在一个人的怀抱当中睡觉也是很享受的。我就感觉就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坐在那个摇篮里面摇，那种感觉非常美好。还有人想出来分享吗？真的在神的里面是喜乐的，是平安的，因为之前所经历那么多的忧伤困难若没有神真的解决不了。就像姊妹们分享的时候看到你们那种场景我又想起我从前，但是神给我医治了真的没有再有那种伤痛了，没有那种心里那种不舒服。也不是说男人和女人这样的区别，因为是应该是区分于基督徒基督徒不分男女所有的压力重担神解决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也是神给我们的医治。若不神给我们医治，我们凭自己能解决吗？这种医治真是神医治的大能，医治了我们每个人感谢神。也许我下一次的讲章应该就是写喜乐的医治。感谢神，感谢天父，感谢天父。